这样装扮真的好像就是适合跳那种就是说印度那种的就是天竺那种类型的那种舞蹈，对对对，那种的就是啊。但是呢今天这三首歌当中呢还有一首歌叫大鱼和一个青花瓷，我觉得这两首歌不知道你会怎么演绎，因为刚才确实那首歌当中我觉得王田他那身服装会驾驭不了，但是确实驾驭得了，对。而且在今天当中呢依然跟曼曼确实都是非常棒的舞者，而且也看得出来长相非常的哇塞，就像我上一次来主持的时候我看到依然，我说这张脸真的太好看了，是不是真心的。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到底我们的依然会跳到哪段舞蹈呢，让我们三二一大鱼。Thank you.